三，星期三。牙齿好看而已啊，凶的要死那个脸，你才不会给他咬下去。结果是咬我，为什么？对，来合照了，合照干嘛吵架啊 ？FB 粉专大熊与菲菲的反差萌日记，经常分享家中毛孩的逗趣互动。这天，米克斯大熊跟妈妈躺在沙发上，吉娃娃菲菲突然过来凑一脚，只见他直接踩过大熊，来到妈妈身边。大熊露出牙齿做事凶菲菲，不过菲菲知道哥哥只是在虚张声势，一点也不怕他，还不断来回挑衅。但不论菲菲怎么样闹，大熊的嘴巴就是会闪开不碰到菲菲。虽然表情装得很凶，但完全没有低吼声。妈妈也在po文中表示，大熊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虚张声势。大熊哥哥只要躺在这边，你就一定会钻一次。他刚刚躺半天又不睡觉，来这边他就睡着了。大熊哥哥这样传传传，就是那个催眠法。半天都不睡觉，放肆下去。放肆下去。怎么这么好呆的脸呢？好好笑哦。你得寸进尺呢，我说你可以上来，你给我自己去捡。
可以啦。喂喂，喂喂，喂喂，干嘛？